快快划转耶！你真的很漂亮哎，原来很性感，你看已经开到肚脐眼去了。没有，他肚脐眼就先长那么高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今天就是金曲红毯主持人第三届主持金曲奖。今天是最清凉的一次，是因为你之前都包得比较紧一点，因为真的很热。对，所以今年决定让自己舒服一点。好，就是跟民珠搭档非常的放心，因为我觉得他非常会控制所有的场面，然后会抓到很多，比如说我 lost 掉的部分，他一定会帮我补起来，所以跟他主持非常的安心。他太客气，都是他在接住我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互接。毕竟我年纪是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我们都很大。比较少。谢谢三嫂，先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